近日，有网友晒出自己准高三妹妹的萌照，照片中萌妹子水汪汪的大眼睛甚是可爱。等等，这不是赵薇和何炅吗？小编我彻底的凌乱了。更有网友称是赵薇和何炅的合体，赵薇何炅素来认领。优酷全娱乐，你觉得更像谁呢？整理报道。